世界家庭醫生組織已經將每年的5月19日定為世界家庭醫生日，藉此表揚和肯定家庭醫生在醫療系統裏面的角色和貢獻。家庭醫生重視家庭對各成員身心健康影響，用關懷的態度去理解他們的困擾，用最有效的方法去幫助他們解決問題。我有你的病的時候，我希望醫生怎樣幫到我。你不要當我是一個醫生，你當我是你的老友記。家庭醫生關懷貼身，喜樂同行。